欢迎来到朝阳打歌中心。哦，今天的打卡真有些不一样啊。那这些饼啊，就是因为这次来了三组，画了这么多饼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旅行是蜜蜂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蘸料三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值得今天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有七个饼啊？就是爱吃碳水，爱吃碳水。他有七个饼，咱们看看达哥这个地方。收购，收购，收购。等招商的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尊重。怎么还合作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围着他们，围着他们。来来来，我们把他围成一圈。围着他们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来兑现大家之前被答应的打歌舞台。起飞，起飞！太帅了！停止放电吧，哥哥。我所念又是大名。上高度了。我这一会儿还是比较喜欢听这种慢的，泪光闪烁了。歌好人美，每个人都有人就是喊他们的名字，然后我就特别想有一天有人喊我的名字。周英俊，周英俊，周英俊。哎，这是不是游戏已经开始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蒋董啊。所以你要是跟蜜蜂一队呢，还是跟晴天一队呢？我想上位。我演过《小时代二》，我是二级运动员，我当过天上的神仙，我曾经考过公，我骨过折。那我就说个大的吧，可能兄弟们也不太知道。你要说啥？我吃过屎。什么？这能讲吗？他真的很狂的。